前方市委市政府作出停止红大路同项目建设，今后不再建设这一项目的重大决定后，社会各界积极拥护，不少市民表示坚决支持市委市政府的重大决定，自觉维护社会稳定，积极搞好生产生活。由十方市数千名党员干部组成的群众工作组继续深入全市各企业、学校、乡镇社区及村组，宣传十方市委市政府重大决定精神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。十方市委市政府及时组织人员前往医院、受伤人员家中看望和慰问，关心受伤人员的医疗和生活。目前，十方市区社会